哦，可是他没有给我挖掘。这款游戏不能当麦块玩哦，你如果横着叠的话，它会垮掉。你要有支架，然后它淹水是真的水会。然后你看你刚刚不是打萤火虫吗？那晚上就你怎么挖？哈？哦。哦，要怎么挖？按右键。太硬，挖不了。第二个。不是啊，我要先收集东西。不要说太硬，挖不了。要怎么升级？按 I 可以开背包，我知道。机械，还是我的三啊？等一下哦。哇。哦、oh, ，我知道了，按三就是拿东西出来，对啊，然后再对着它按一才可以优化那个东西。等一下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为什么咬我？哦、完了，我晚上又要多一只怪了。我进来了。可是他，我不能装防卫机器，机器吗？人不。是我不能挖那东西，还是我要，还是我要这样子砍？先砍木头吗？哦、oh! ！啊！可是你楼下那个机器，你怎么要怎么拿上来？叠不起。物品库。我叠不起，我为什么我走不了路？跳啊跳，按大力一点。按久一点，怎么合成啊？设定按 I， 不是啊，我是 I 是打开包包啊，合成嘞。那你要把3翻出来，哦，南花要收集到，哦，这个啦，哎，嘎，为什么咬我啦？又不是我打你的。哇！看来是要快，是该退款。看来离退款的时间不远了，指日可待。不是啊，这要玩到后期一点点。哪里有猎角犬？猎角犬啊，刚刚不是你在打的吗？黄色那只狗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要盖炮台了，我们要盖炮台喽！啊！我们需要铁，铁挖不起来，那要怎么升级搞？升级我们的工具？它需要兰花，不是？我们需要蓝色的。力量水晶，能量水晶，有啦，有铁。等一下，我有铁。铁的话，我一开始有在地上打那个剪刀。兰花，你应该没有打其他啦，除了萤火虫跟狗以外的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好好好好好，晚点再来研究这怎么玩，因为这其实也很好玩。可是我没有那个啊。怎么？哦、我可以做铁矿。你怎么做？哪一个啊？那个金属碎料。哦，白痴哦，对啊，就这个啊。来做铁矿。
那怎么强化我的枪啊？可是我没有蓝色力量水。我有一个。你怎么办到的？你为什么声音那么小啊？因为我讲话很小声啊。温柔干嘛？你是不是想限的哦？哦，打怪掉啦，白痴哦，打萤火虫会掉啦。好的。那死掉了啦。哎、欸，狗狗啊，你刚刚不是在找狗？我找过，到了。啊！一个人看手电筒，一个人射啦。对啊，哪一个人捡啊？白痴哦、喔！你点他一下就是开着啦。是啊。可是我记得手电筒也会耗燃料啊。打不死他、欸，算了。嗯，看不到。要拿三个才能够再做那个二，你有几个？我两个，你要什么？我有一个，我有一个。那怎么把东西丢出去？滑出来啊！哦，对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啊，做一个这个嘛。哦，这样不就得了？他现在可以做很多东西啦。那你现在要两个才能升级你的强化枪啦，应该是这样子吧？完美错吧？还要那个阿梅啊？没有，你要先升级你的枪啊。才能够去挖其他东西啊！哦，你是算个枪哦？嘿啊！好啦，晚上了，我们可以打大量的材料了。我的 I 可不可以换位置啊？改成 B 对不对？还是改成什么？或者 E 啊，打打打。不能换位置哎、欸！哦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嗯，没事，我讲的、啊、怪来了、啊，晚上会有一堆怪哦。哦，可能。哦，爽！欸、可是我不是要这些啊。对啊，啊怎么没有给我蓝色水晶什么的？怎么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？怎么怪有点少啊？我印象中的怪应该倍儿多啊。哎呦！小雨怎么会这样子？这游戏是不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？是，我以为就是他晚上可以收集材料很爽，结果他掉什么的血包什么之类的，我不需要啊。还是他早上才会掉他的材料，啊晚上就只能掉这个血包。对啊，好像是这样哎、欸。我去，要天亮了！我天哪！啊，如果我等他天亮才打他呢？没有用吧？
我的眼神。这是红雨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可以做一个炮台，如果有铁的话。哎、欸，它真的是早上才会掉哎、欸，哇，哇，哇塞，这游戏有点过分。我可以挖铁了。多选一点地方探险。那你就玩可以多杀一点怪啦。对啊。打鱼好不痛哦，这个鱼打不动哎、欸。我可以挖了，东海市。爸爸生气了，我听到好了。是不是？开始觉得吵了。红爵子的。这游戏真的看不懂。说要退款吗？不是不是，不是这个问题，是不知道。哇，怪还会回血的哦。嗯，经常会回血。我要去另外一边。打不到就给我回血，太贱了吧！这个画书方法好帅。这边很多铁、欸，不，我挖不动那些东西，就是挖不动。你不是挖不动，就打不死那些怪。我会溺水吗？会。会。你看到那个有氧、那個啊？有啊，氧气槽你头上啊。是氧气槽，靠靠靠靠！上面有一些冰的东西耶，好想过去看看哦。
爸是不是在跟跟我小侄女？没有跟我小侄女唱歌。哦、好可爱哦！看一下。哇！小绿袍，小绿袍，小绿袍。哦。我操，淹水了。哎、欸，我最近又认识一个正的你的学姐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啊靠！你就杀死一个新物种了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杀死，我只是不小心打了他一枪而已。完了，完了，我怎么不砖块？哎、欸，我要走了。好。对啊，就白天收集东西啊，晚上就一堆怪来咬你们啊的游戏啊。水平面是不是上升了？我拿那个红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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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水里拿。我应该可以用那些什么金属材料去做艇吧？反正材料很。可以啊。用你的方式破断一些黑暗中隐藏的。我来插灯。没套怎么？那你就买啊，无缺。无缺买啊，现在特价哎。啊，又改变放假。那我做。买啊，小鱼会陪你玩，我也会啦，只是要看我有没有空。防卫。应该是。什么？浅浅的叫声那么像狗在哭吗？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晚上了。五。我是不是要做一个家？你如果盖得出来的话，来喽。我好像比炮台还猛哎！可以换是人类，哦，是人类。
哦，你是说红爵哦？嗯。想要快点升第三级。怎么怪那么少啊？怎么跟我印象中的怪差那么多？它泥土可以吸水。哦。泥土可以吸水。对。你怎么知道？套血啊！哎，他还是会掉宝石哎、欸。哈？依然会掉宝石。大声一点。好像还会再掉宝石，晚上的时候。没有，应该是你捡到早上捡剩的。你是打怪掉下来的，还是突然捡到的、啊？就突然捡到的，就下去，然后我就看到有两个宝石在下面。那个是我们捡剩的，有可能。我呢？嗯，就是按。买好了，哎呀，进来，进来，对，这鱼超强。这个水一直淹，这个洞一直淹水啊，那么烫哦。乱操作，无法加入。为什么？没有的加入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嗯，就我是以小鱼这边的嘛，按他右键的时候没有那没有。你按我啊？有关卡，我没有你好友啊。什么？你没有他好？我干！我干！真好雷哦！哇，我都有了。你才不应该有吧？我找到。哦，不妙。
很好用。等一下、哦，要死掉了。正常人说按人的话，应该可以直接加入哦。哎，我自己做这样。不是那个鱼也太强了吧？我看打狗三四枪，打鱼二十几枪。对啊，鱼的血比较厚。超好。好像没有饥饿度的问题。没有。哇。我没有火把的话，我真的要跑回家再做吗？不然就是自己带着工作台，你就要带工作台啊，所以那工作台大家就不要做一个啊，升上去的啊。就主要的就随身携带就不用做太好啊。哎、欸，我打死一只新的物品。我已经打死，我打死两只新的物品了。他们家一堆怪了。然后等一下应该会很恐怖。啊！但我看到没怪物耶呢。好，我加你好友，等一下、哦。好了。无回应。你要再重新再用密码多少？我刚没追开密码。我猜就那一个密码，三个字。我猜对了。挖石头，电灯，你去捡那个，对。现在来看我身上装备有什么：来福枪、远程、散弹枪、机关枪、制造机。你一开始有捡到铁吗？我有身上有那个碎块，嗯，那先合成铁，最下面那个很像水晶的东西，可以，哎，然后你再把它合武器还是什么的，先合装置，装置先升到那个可以吸铁或煤，然后附近木头挖一挖做那个平台，吸铁装置。武器、防卫、机器，嗯，当然还是去砍树好了。先确认一下。二右键可以吸树，用吸的，不是用砍的。真棒！哎、欸，我把机器也收走了，哭啊！没有到拿，跑去拿吃的，巧克力。啊，我的巧克力呢？你有给我？没有给你巧克力啊！啊对啊，怎么会有？哈喽哈喽。在哈喽，现在拿把机关枪，啊，好，拿把散弹枪，
地 I G 啊，又有 D I E， 哎，有分类更新。哦哟。完了，我怎么补回去？你就把它拉出去就好。不是，你看下面那个，你在挖地洞吗？不要去挖去，这很不合理耶，认真的。你是死上来的吗？手电筒，手电筒可以那个。其实速长蛮快的。很快啊。速长很快。你可以按用二对机枪按那个左键，会帮他补血。先按左。好了，来喽！希望今晚可以刺激一点，不然我就要换游戏了。你们昨天杀那么多？没有，我记得怪的量会很大量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们站着都不会死，因为我们太大炮台了。会死啊，炮台有能量的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炮台死了，炮台死了。炮台隔壁有要虚弱，我觉得我进来，我是不是太晚太早进来了？不，我是不是太晚进来了？还好啦。哎、欸，犀牛，犀牛，犀牛，这是犀牛吧？啊，可是。是啊，我想修那炮台啊。修不了，修不了。我是可以啦。啊爆了！我要机枪了，我要机枪了。哈哈哈！我要死！哎、欸，谁把下面挖了？我死掉了我。哇塞！哎、欸，你那个新手都没有。我觉得这游戏不错啊！你有怎么想？一瞬间。就是前面几杀要要冷静，确认选单，储存读取，房主必须重新读取什么用？读取这个，就是回到之前这样子，就今天他吃鸡了就、啊。这是晚上啊，啊少一个小鱼嘞，你跳出去了吗？我没有啊。对啊，我好像没有跳出去。啊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我可以做一个炮台。你知道要读到前一天欸，天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前头讲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那个人在干嘛？小玉你在干嘛？不是，啊，还是差太多了啦。还是我们躲起来有用吗？他会破门，你要试试看吗？我读稍早以前的，不用门啊，不用门啊。我读稍早以前的，可以进来了。太早之前的我没有角色了。快进来啊！进来了，进来了。六十级，也太高了吧？那我多一点了。哎，我妈回来了。所以要人做一个坚固的家，要人做一个温暖的家。那我觉得我们就直接往下挖哈、啊，然后左右打就好了，就直直往下这样子，只要上得来就好。记得我刚刚有说这个游戏不是像麦块吗？嗯哼，会崩哦，来试试看啊。会崩啊？那就好像还好啊，不太会崩啊，其实可以啊。我是担心淹水啦。你要开通啊？哎、欸，泥土里面真的有水了。它泥土不是可以吸水吗？你把泥土挖开，它会喷水出来，超有趣。Oh, fuck. 很拟真，很拟真。你看，水下去了。空白界长安，空白界长安，空白界长安。我去绕路。放了啦。
有办法加速吗？还是就极限？没有没有，没办法加速。好吧。繁花。请问你们大开杀戒是哪一天？我很好奇。晚上啊。就是今天早上，就是今天的事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等一下的事。血居虫要做盔甲，要血居虫，然后费洛蒙，这是拉怪的哭啊！我相信等一下弟弟会很刺激，我放在弟弟里面。你说弟弟出怪吗？应该不至于吧？不是，你等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先来做围墙，我先把旁边堵起来了。守护女神吗？先堵起来再说。啊，我挡好了。我那个是要排水用的，你还给我堵起来，你白痴哦！可以拆掉啊。